不清楚啊。啊，那你在山上，那岂不是很热呀？会不会很热？对啊，很热，30多度。原来上次花园哥哥就是，可能是你是那时候早晚温差大，你就感冒了。那花园哥哥他们，你们那边早晚温差大，你要多穿点衣服。谁说是？多穿点衣服，快出来，多穿衣服。感谢关心，关心是相互的，你也关心我，我也关心你，欢迎哥哥。你也在关心我，我也在关心你，都是互相的。我穿袜子就好凉快啊，真的。我们这里天气也热了，回南天天气也热起来了。刚刚我都想开空调了。欢迎给你不屑。哇，真绝了！好云南天加天气热，那不就是蒸桑拿吗？确实蒸桑拿，你是会形容的。我们这里蒸桑拿来的。还好，二十六七度，今天有点热，这个点可能有点热，中午的时间段是比较热的，下午可能稍微凉一点。我刚刚去我那个露台那里拿衣服，我都感觉有点闷，有点闷闷的感觉，就是。还是四川好呀，我也好久没回去了，几年没回去了，我四年都没回四川了，天哪，已经四年了，不可思议。欢迎噬魂，欢迎三岁半，欢迎游魂哥。3年还是4年，我忘了。又换衣服了，必须换皮肤，好吧。中午好。谢谢三岁半的灯牌。穿着这衣服跳舞是不是感觉不太好？不是这衣服，是穿着这拖鞋跳舞，是不是感觉拖鞋要飞出来？属于说是飞出来的感觉。桑巴舞，你别说，学了一个傣舞，跳给你看看。哎呀，我学了个傣族舞，整给你看看，我看看怎么个事儿。
But I can't stop staring at your face.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. I'ma be under the mistletoe. Shawty, will you? Shawty, will you? 歹徒，什么话？什么话？什么话？小时候见过，现在让你再见一下。这就是这么一款回事，属于说是。小时候见过，你小时候在哪里见过？在四川啊，在云南呀、啊，新疆、西藏那边的舞不会，可以学一下。我不会，但是可以学一下。在蒙自那边看的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蒙自那边是四川蒙自是吧？就是那种少数民族那里。哦，是云南呀，红河呀。云南蒙自，哦，云南呀，我看到了，哎，真的，他们那边就是这种少数民族，少数民族风，就是这种。欢迎小雨回家，小雨好久不见，小雨。泼水节去不？已经泼过了，我已经体验跟我小蜜体验过泼水节了。现在这会儿他们就是泼水节呢，不去了。他们泼水节肯定老多人了，还要封路呢，还要泼水节，天天泼泼一周，他们泼水节泼一周直接，谁懂？真的，我不敢想象，我不敢想象，如果说泼水节要是来事儿的话，那直接门都不带出了，真的，全副武装。泼水节要是女生来事儿的话，像我这样子，我去，我直接全副武装，拿一个带个雨衣出门，直接就是，谁懂啊，家人。对，我们去云南了，小雨灯牌交一下，灭了，小雨。灯牌灭了，交一交，交一交，交一交。谢谢小雨的灯牌，谢谢我花呀哥的灯牌。花呀哥想到哦，灯牌啊，才想到有这么一回事。哦，灯牌啊，还有这么一款回事。不穿了，这衣服穿袜子不好看。不管是穿肉色还是白色，这衣服穿袜子真不好看，我感觉。可以的，小雨，退役退的好的，可以出来了，谁说是？能出来了，欢迎星空哥。你不是有对象啊？你对象知道会打死我。欢迎好人。啊，
那就算了，那就算了。我的评价是，花样哥喜欢什么类型的舞啊？你就只喜欢那种转圈圈的舞吗？花样哥，谢好人的灯牌，就喜欢那种转圈圈。谢小雨点的。啊，你喜欢古典舞啊，或者是新疆西藏那边的。谢谢好人的小鲜花，是会送的好人。天哪，那我都不怎么会古典舞，那我都不会古典舞。哎，你喜欢少数民族舞啊？花的，原来如此。欢迎大徐，我感觉那种好难跳哟，就像你说那种旋转舞一样。感觉好难跳。欢迎好人，没有一点基础都跳不来这些。哎，你别说话呀，这个纯唠嗑跳舞没什么意思，是吗？是吗？我知道了，花哥哥，你是太孤独了，想要有人陪。我陪着你，哥，我陪着你，花哥哥，我来陪你。我来好好陪你。咱就是说，我今天中午吃的都是红薯粥。我今天中午吃红薯粥。谢谢关注。红薯粥，但是红薯粥真的不顶饱啊。现在我都又想吃粥了，感觉红薯粥不顶饱，也就只适合早餐。早餐喝一下那个红薯粥碳水，还有四川的腊肠，好吃。点一碗皮蛋瘦肉粥噻，没有，我们煮了红薯粥了。我妈煮了红薯粥了，有红薯粥的了。我还有零食呢，欢迎哥，这还有零食。谢谢草莓的灯牌。这人流量真的是，哎，话不太多，一下上去一下下去，一下上去一下上去，有点不稳定。刚买完特产，这样子。量的好的，
川哥，你喜欢吃什么菜啊？川菜里面你最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兔子肉，扔吃兔。小龙坎火锅也不错，好吃。小龙坎回锅肉，回锅肉我也喜欢吃，我也是最喜欢吃回锅肉，好吃又辣又好吃，喜欢吃嘎嘎儿。很开胃，真的川菜很开胃的。就是有点辣，就是太辣了。前几年的时候，有一回我回四川的时候，吃那个烤鱼，那个吃那个自贡那个烤鱼辣鱼，给我辣的一晚上炫了六瓶豆奶，谁懂啊？就那天半夜炫了六瓶豆奶，太辣了。我其实不是很能吃辣的，但是微辣我可以，太辣了我吃不来，太辣了我吃了胃有点不舒服，而且我这太辣了会一直嘴巴吐火。只吃就是能吃得了微辣，花哥应该挺能吃辣的。你觉得辣可以喝一点啊？还可以这样子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还可以这样吗？江小白是吧？二锅头是吧？整个江小白来喝。啊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啊，怪不得我之前喝那个会吐。那要喝什么好啊？喝什么好啊？怪不得我之前喝那个会吐，原来如此。没人了又，这个流量真的是莫名其妙的，一下子30多个人。请认成都抽老乡，明白，换了，明白。下一次回四川的时候跟你对瓶吹。酱酒挺好喝的是吗？下一次回四川的时候品尝一下。我妈下个月她就要五一回四川，我估计也会跟她一起回去待几天。我那个成都的那个表姐准备要订婚，估计我也得回四川下个月。下个月估计得回一趟，跟我妈回一趟，她好像都已经买票了，就是有打算。